国内近年来都喜欢到旅展找便宜，参观的人次一年比一年多。秋季旅展26日开始，今年预计会有22万人次加入。这次旅展推出多款宝可梦抓宝行程，搭配宝可梦将推出纽约、巴黎、澳洲抓宝4万游找，另抢攻冬季泡汤行程，推出最低价泡汤10元、赏风买一送一等行程。